现在我来检查一下大家的背诵情况，背得好的同学小礼品奖励哦。老师，我准备好了。那好，方糖，来，你给大家背一背《悯农》。锄禾日当午。很好。锄禾日当午，爸爸真辛苦。上午打麻将，下午扫地主。方糖，你这就准备好了？你可真是现代大师，给我改成这样，给我把这首诗抄20遍。来，眼见，你来给我背背李白的绝句。两个黄鹂鸣翠柳。继续。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只乌鸦来捣乱，黄鹂变成奥特曼，把大乌鸦稀巴烂。你，待会下课我就给你妈妈打电话，让她把你的奥特曼玩具都没收了。你给我这首诗抄50遍。小平，你给我背《清明》。清明时节雨纷纷。然后呢？清明时节雨纷纷，天天吃饭得用盆，看见米饭就进神，大家都是干饭人。老师，我是不是也有奖励？当然有了。